有看到。冰城已经关掉了。不知道，那个日本环街那边是没有了。以前在大东那边的吗？啊，没有。那个日本环街卖那个鸡粥那边的。是我们吃那个鸡粥那边对面。啊，到这里了。哦。糖水。哦 ，OK。甘冬。还有好甘冬。啊，脏。阿亮，阿亮在家了嘛？阿亮。啊，阿亮家了，阿公。阿爹，几点开？啊，十点半到七点，十点半七点嘛，拜二休息。拜二。啊，拜二。红豆沙。叫一个小巴掌。好，红豆沙一个小巴掌。好，给让整家己本怀鸡上的哦。平顶一本怀鸡。家己人的哦。哦，那边个那边无开啊，唔呢？八十万啦。哦，就八十万嘛。我唔知这边有经营经营，吓咧？哇，几十几年啊！买小巴掌一条不？啊，要五块加八块。好，八块加了。八块加了啊，八块哟。然后红豆沙一条。红豆一条。啊，六块。哦，对哦，有这陈皮呀、啊，给它胖嘞，这个不像呀，这个豆浆，哦，白色的豆种，豆种啊，它是肉种，小巴掌。哦，
请假。唔系假。啊。OK。垃圾嘢吓。Thank you。我们去楼去买那个一包一包的来吃。